刚接到电话，然后就是有人说，哎，要不要找我去当灯光师？然后刚好有一个缺，但是刚好那一天我要去打 AZ 疫苗，就我不太喜欢说，哎，一件小事情，然后就排一整天给那一件小事情。像是有人约我说，哎，要不要去聊个天、喝个咖啡之类的，或者是哦，我们去看个干嘛，就一整天就排那一件事情啊，你也不能去接其他的案子，就很麻烦。我喜欢一整天很充实，就尽可能把很多小事都解决掉，然后我们把时间尽量空出来。那这样子我们接案子就可以，哎，忽然他说星期五，那我星期五就空了，我就可以去拍摄，而不会说哦，星期五有事，星期六有事，星期日也有事，然后都是一些小事，很零碎的事情，这样子就很难去接到案子，就忽然有案子，然后你又没有办法接，就很有 Dyson 才叫接啊，好像没有 Dyson 就叫贫民窟。那前几天我有说，就是我们最近剪辑的影片有点多，那大概有五六支吧。那其中的一支我觉得还蛮瞎，就是那个客户一直说要改东西。那改东西其实就还好啊，你改个一两次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你改超过两次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啊，就你改超过两次，然后每一次丢出来要改的内容都很小、很零碎，就可能字要放大。或者是哦，我觉得影片要再多个五秒之类的这种超零碎的东西，然后你就分散的丢给我，我一次你丢给我十个问题，我可以一次把它解决，然后我输出给你，然后我们在最后就修一下，那就结束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那把它分散成十次，然后叫我修改十次，然后我们就修改一次，我就要整个影片重来，然后我们输出再给他，然后他又说，我们这个再这个再快一点。What？ 这什么鬼东西？就超过两次的修改，我通常就是就不会再很快速，就是交件，我就会能拖就拖，能拖能慢就慢，就不会想要再去理他了、啊。就想改嘛，好啊，那就慢慢等这样子。我们来开开心扭蛋。那是一只熊吗？看起来是。哦，是那个什么水套。水套。然后最近很多，加拿大很多公，我想就是安置自己。它看起来很欢乐的水套。